Q 版造型布袋戏，我来到公园里，童言童语勾起人们最初的童年回忆，传统又带点现代艺术设计，更获得今年国际设计艺术大赛铜奖肯定。美术展里面我们也是大放异彩，我们拿到了两座平面设计的亚军，还有我们也拿到了我们有三座像水彩西画的佳作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优秀的好成绩，让我们觉得很骄傲很光荣。翻转记忆中的传统艺术模式，也有这一组将正头的八家将脸谱作为主角，结合现代文艺，将台湾的传统艺术重新设计再出发，包括皮影戏、铜腕、油纸伞、花灯、绣花鞋，设计怀古塑金，融合今年广告设计科毕业成果主题绘心转意。而为了培养学生第二专长，道江广设科也在去年成立电竞队，在游戏当中培养人才跟产业接轨，为学子们铺设不一样的升学就业道路。我们需要花蛮多时间去就是团练，花很多时间，连假日都不需要团练，就是可能吃完饭 就要团练，一回家也是团练。在去年度有毕业生，就是外号是海牛的同学，他真的是代表了国家，不仅在国内传说英雄联盟等等能够拿到国内的冠军，又到国外去他也拿到了冠军，那因此拿到了美金20万的一个奖金，实在让我们觉得非常高兴。除了让学子们发挥巧思，鼓励学子多元发展，每一次展览成果也结合传统师徒制技艺教育，也让道江商职不论在升学或就业都创下100%佳绩，谱出人生的康庄大道。记者顾灿勇采访报道。